啊，等下，这边，就咚咚咚咚咚咚，就是它会跟着回放。我们是拍那个啊，五分的时候啊，它那个机器会跟着啊，就那个震动咚咚。哦，你要那种，是吧？那两下，咚咚，然后还有那个叭叭叭叭叭叭，然后拉出去，然后往前看，哎。就在我记得起来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就八八八八八那个。对了，怎么是八八八八八八八？这个死完了，然后定也死完了，待会还有砍头的还没死，现在是先去看灵堂。我觉得逼真的，很逼真的。刚刚有飘了一下，蛮逼真的，莫名其妙突然有点感伤的感觉。然后我现在要坐他们这边，然后感觉好像是哎你们来了，很像。拍，不管是自杀、生病、灵堂，身上都有个小红包，好吉利。然后导演很有心啊，一般红包只要包100块就好了，一万。谢谢导演。没什么，那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一万呢？一万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一千。一千也够啦。很好啦。对啊。就拍完就要出去，就要买，把这个花掉。不可能啊你啦。好 ,OK, 大哥你收工了。谢谢。辛苦了。收工有什么感想？感想怒吃一波。瘦身瘦很瘦多久？每天带着那个杨林一起在家里就是有氧加重训，持续快2个月，瘦10公斤，从83瘦到76。我那个真的是，所以我今天要怒吃。